段家国往事，速度秋雨春风，同宗两岸，海峡一湾，我们共同的记忆中有怎样的历史风云，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还有怎样血浓于水的一脉相承。生涯共此时系列节目《台海记忆》，拨开岁月尘封彼岸，揭秘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风云人物，分享难忘的台海记忆。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蒋介石为何会在短短四年里快速溃败？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性格特质影响了最终的结局？战场上军队倒戈事件频发，蒋介石究竟做了什么会让军心士气萎靡不振？一场初衷良好的金融改革为何会导致民不聊生的怪象？前线失利，后方人心尽失，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蒋介石又如何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台海记忆》，带您解读蒋介石失去人心败退台湾背后的一段往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涯共此时》节目，我是主持人桑晨。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被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而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来说，这一年是兵败饮恨、落逃台湾的转折点，也是1949年的这一变局造成了后半个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那么就在这一年时间里，蒋介石本人又是如何经历了这场历史变革，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呢？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就为大家请到了来自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洪印教授和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克武先生，请他们来为我们揭开这段历史背后的秘密。掌声有请二位。你好。好，1949年初，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已成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势。前方兵败如山倒，身在后方的蒋介石发现，原本能让他睡个好觉、服用多年的烈性安眠药渐渐失去了效果。为了能够睡着，他开始酗酒，每天临睡前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这一时期，蒋介石每天晚上都要和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上一番越洋电话，希望电话对面能够传来美国出手援助的消息。然而结果却一无所获，战事不利，连国民党占领区内的反蒋呼声也此起彼伏，军事失败，民心已失，局面破烂不堪。蒋介石痛心疾首，自感再也无能为力。当时呢，蒋介石说觉得自己干不下去了，怎么听这个口气似乎和他要强的性格不太相符哈？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蒋介石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说的这样一番话？1948年底的时候，蒋介石其实面临了这个内忧跟外患。在内忧方面呢，这个三大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总共损失了150万的这个军队，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败。第二点呢，财政方面的改革，金元券呢从1948年8月开始实施，到年底的时候呢，大致上已经确定了是这个失败了。第三点，在外交方面呢，当时这个美国总统杜鲁门呢对蒋介石呢可以说是毫无信心，在当时的这个马歇尔建议之下呢，希望这个撤换蒋介石，由李宗仁代替他的一个位置。
当时的情形，蒋介石说干不下去，是整个国民党内都有一种这个失败主义的情绪。那在那个内外交困之下，就是我们举两个极端的例子，能说明当时蒋介石他做不下去的这个重要的原因。那蒋介石有两个特别忠心或者跟他长期合作的这个朋友，那一个是陈布雷，他的文胆，他的很多文稿是他写的，他的文笔也很好。那在1948年的11月份的时候，那陈布雷这个因为这个悲观厌世啊，实际上就对当时整个的政局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所以他自杀了。那到第二年的1949年的2月份的时候，那蒋介石的另外一个长期的好朋友是这个叫戴季陶，我们知道戴季陶也是蒋介石长期的这个很好的朋友，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这个也就是这个自杀了。那他们两个这个自杀就代表了其实国民党内当时那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或者对前途的这种信心的丧失，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这种蔓延的这种情绪呢，可以这两个人自杀作为代表。那蒋介石心里其实也是就是那种焦灼啊、焦虑啊、不安啊，所以他考虑这个下去说干不下去，那确实是真的是干不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隐退。当天下午4点10分，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乘坐美林号专机经杭州停留，第二天回到奉化溪口老家。此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介平民，寄情于山林之间，但其实他隐而未退，架在溪口洋房上的电台天线成为他与外界密切联络、遥控指挥的主要工具。我们看到在历史上，蒋介石他是在1949年的1月21号从南京去的这个老家溪口，那么直到4月25号离开啊。那么在这一段期间，据说他是利用电台，利用七部电台来掌控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军政的一些事务。那当时具体是怎么做的？当时主要他还是担任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总裁，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重要。所以他虽然这个下野了，但是呢，他对于党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如果从他日记上来看的话，当时他几乎每天都接见人，有的时候一天接见9个人，当然都是他主要的这个嫡传的一个这个手下的一个人选。所以虽然在下野的一个期间，他其实利用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总裁的一个身份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布局，下野对他来说是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工作。他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希望达到一个另外一种的一个势力的一个平衡。当时除了蒋经国深得父亲的这种信任之外，当时蒋介石身边还有一些什么人是非常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一部分是这个还是这个陈立夫、张群，这个这些，我想就是说，他身边其实还是他本身这个本来权力核心的这些人。嗯，当时蒋介石下野了，现在很多人认为蒋介石下野之后还这样的指挥军队，还这样接见人，其实是就等于说是越权或者揽权不放，这样给底层人很那个。但实际上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当时国民党是党国体制。嗯，那党也很重要，党甚至比国家还重要，所以李宗仁接的那个位置只是行政的那个位置，国民党的那个权力还在蒋介石手上。那蒋介石认为说，我拿了这个党的这个位置，我还行动还自由，还不受任何的这个束缚，所以他其实下野的时候有这个。所以蒋介石一方面就蒋介石他认为他有还有责任来指挥军队啊，来这个调动干部。那另外一方翻过来说，就是国民党内即使是反对蒋介石的人，他也觉得蒋介石这些资源还要利用蒋介石，所以呢，很多人要到主动去找蒋介石报告情况，或者是汇报情况。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不是蒋介石召见他们，他自己去的。对，因为当时其实下野之后啊，蒋介石整个侍卫的班底都全部跟他到奉化去了。因为这个其实是他身边的人，那这些人后来又跟着他到台湾去。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刚刚陈教授所讲的，就整个体制上呢，作为这个中国国民党总裁那个位置呢，其实他是有一套这个班底的跟着他的。嗯，在一般亲信的帮衬下，蒋介石准备为逆转大陆局势做最大的努力。在溪口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每天都在调动国民党军队做最后的抵抗。
其实早在蒋介石要隐退之前，他已经为自己的退路做了一定的军事部署，先守长江，如果长江不保，再全力守上海，上海如果还是守不住，下一步将防卫重心移到东南的广州、西南的重庆及成都，台湾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那么说到这个蒋介石撤到台湾啊，当年好像也是有所选择，是去海南呢还是去台湾，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台湾，为什么？在整个布局上，蒋介石从来没有考虑过撤到海南，因为海南离中国大陆太近了，嗯，所以就是说在基本上在这个防卫的一个这个距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他在1946年去过一次台湾，那次对台湾印象就非常的好，所以他也看到了，就是说以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来说的话，台湾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卫的一个基地，还是有着得体对，但是这个优势，这台湾有这样的优势，但是蒋介石，他以为是个一个长期以来这个在国家的领导人，他又有抗战的这个经验，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后知后觉的办法，因为蒋介石后来在台湾了，所以我们认为蒋介石一开始就选择台湾。那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是，我是觉得蒋介石这个台湾是下下策。守台湾的下一代，蒋介石如果要无论是在大陆立住脚，或者将来反攻大陆也好，当然应该是在大陆为主。所以蒋介石他把东西放在台湾，那是因为台湾共产党很难打过去，因为当时海空军力量不强。但是蒋介石最理想的方式，当时我们看到是撤退线路就知道，当时这个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后，那国民党政府没有撤到台湾去，对吧？先去了广州，那解放军又南下继续打广州，那么他就退到了这个成都。嗯，那么蒋介石其实他最大的想法是，我前面讲过，他抗战的经验对他非常重要，他就说我继续守到西南，我守到西南，守到西南就能守到云开雾散，就能守到那个，所以他大量的时间，他1949年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经营西南，那西南守不下去了，他真的，我们看到他到12月7号的时候，蒋介石就国民党政权才撤到台湾去。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成立了2个多月，他还撑在西南，他撑在西南，坚持最后，他当时决定成都守不下去的时候，他当时并没有觉得从成都要撤退，他准备撤到西昌去，先去准备撤到西昌，结果西昌那边呢，先已经起义了，他最后没办法了，所以他才决定要撤到那，所以他理想的地方是在这个西南。那西南实在不行了，再到台湾，所以台湾对蒋介石来说并不是首选，并不是他首选。那后来当然我们看他其实西南守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蒋介石当时整个的理想，他自己最后12月10号就国民党政府就撤掉之后，他才从这个成都走。他当时是在布置那个胡宗南的部队在那里守着，他当时是说把这个大本营设在这个西昌，就是虽然我走了，大本营还在西昌，然后在这个成都呢设总司令部。他当时他其实原来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借助他抗战时期的从西南，然后返回这个怎么说这个中原的这个经验。嗯。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突破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已经支离破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用心良苦，一上来便引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以表明自己撤守台湾是源于孙总理的伟大思想。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那么蒋介石在迁台之前又做了怎样的一系列部署呢？蒋介石自己在下野之前，嗯，他做了就很多的这个部署，那其中一个跟台湾有关系，我们后来往前推的时候，觉得他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策略，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军政方面，第一个就是让陈诚做台湾省主席，然后做这个蒋经国做台湾省党部，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主委，那这两个都很重要，一个重要是陈诚是蒋介石的一直是非常亲信的一个将领，那么他后来有跟蒋介石关系很好，一直这个帮助蒋介石守住了台湾，然后建设台湾。那蒋经国呢，之前的时候大概还没有做到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省部级的这个官员，
他先一下子就做到了这个台湾省党部的这个主委，嗯，那么也走到了前台来。其实蒋介石任用陈诚做台湾省主席呢，还真是有偶然的，不是蒋介石处心积虑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找到陈诚呢？这蒋介石第一手下完全没有人了，第二个呢，这个时候陈诚啊得了很重的胃病，他在台湾养病，他就在人就在台湾，已经养了半年多了。而且陈诚在之前的时候，陈诚蒋介石写了很多信，希望帮助，说这个总裁已经碰到那么大的困难了，我作为学生啊，我要出来帮你。甚至当时日记里曾他给蒋介石信里啊曾经说到，我要仿照当年你到这个永丰舰上去这个帮助孙中山度过那个困难的时候一样的，我现在出来帮助你。蒋介石完全不理他，从来没有，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说制止他，让他俩来做那个。但突然到了12月28号的时候，他让这个陈诚来做主席。而且做这个主席的时候呢，是陈诚不知道，而且陈诚的这个前任就魏道明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打了个电报给魏道明，让魏道明拿着这封信去跟这个陈诚说就任命你做这个台湾省主席，赶快就任。那陈诚不知道蒋介石要做什么，所以陈诚呢就反过来给蒋介石写信说，就既然台湾那么这个局势那么紧张，然后这魏道明这个口碑又不错，如果你说觉得他人比较弱一点的话呢，我可以让还可以让他做主席，我借用我的这个军事力量，我军事长官的这个我的军事才能来辅佐他。蒋介石就接着写了一封信大骂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就任，这个你如果你再不就任的话，就这个要贻误战机，坏了大事，你要负责任。所以这个情况下他没办法，自己才在大概1月5号就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看着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商量，而且蒋介石大概是有点冲动，但是后来这步棋走的是非常的对，绝对是对了。因为陈诚后来对蒋介石的忠心啊，他的才干啊，在那个时候都体现出来，就帮助蒋介石把这个岛守住了，而且成了蒋介石后来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这步棋是蒋介石走的非常重要，那个那么兵荒马乱的时候大部分是错棋，但这步棋走得很对。面对复杂的局势，蒋介石只能孤独向前。他乐观地估计1950年一定会发生世界大战，只要国民党能够坚持一年半载，美国会又一次全力支援他。在决定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约60万人撤退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岛屿上。他在台湾只部署了1/3的兵力，1/3的兵力都部署在靠近大陆的厦门岛、金门岛、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一线，组成了台湾岛的外围屏障。战线已经拉开，而此时的蒋介石大量的时间却都是在台湾往返大陆的飞机上度过的，这又是为什么？在1949年的5-6月间呢，我们也看到蒋介石他是多次啊往返于台湾啊和大陆之间做一些军事上的防务工作。那么一方面呢，可能想借此是不是来保存最后一点在大陆的地盘，然后拖延解放军进攻的这个进程。那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借此让台湾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呢？问题就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想，他就是想还是守住大陆，他不是想拖延，不是为了守住，就是拖延时间，或者消耗解放军的力量，或者给台湾守卫台湾争取时间。他就是想在大陆能守住一个地盘，能守住，就是保存最后那一点点的地盘。我们如果想象的话，后来的时候，国民党后来还有军队在打到缅甸，从云南打到缅甸，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希望从陆地上反攻的这个机会还是有，所以他并不觉得，到了台湾，对这个他保存苟且性命啊，保存这个政权是有利的，但对他反攻大陆也不利啊。你反攻大陆，你从那个小岛上你怎么反攻整个大？所以对他这个情形，他并不是，那不是他的理想的，是他的下，就我觉得是在他整个战略考虑里面是最后的，就没有办不最不得已的一个下下策了，一个下下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就蒋介石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大陆上还有地方，还有可能性，所以他一直到12月份，他5-6月份的时候，那大西南西北，特别是西南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那他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胡宗南那么多部队，蒋介石对胡宗南这支部队特别看好，因为当时到了西南，蒋介石撤退大陆的时候，他自己日记里写，我现在还有50个师，那50个师呢，其中32个师是这个胡宗南从这个西北长途跋涉，1个半月长途跋涉1000公里
在这个共产党围追堵截下面，他完好无损的带到了这个地方去。他是蒋介石认为这也是个奇迹，所以他准备蒋介石一直在西南就要部署这些部队，然后作为最后的这个方向。那蒋介石过去的时候就是想把西南的军阀，就是这个川系滇系的人整合在一起，然后再把这个胡宗南的部队结合起来。那这样的话就守住西南，守住西南就是又回到他这个抗战中间那个奇迹，将来通过这个国际形势变化了，或者是共产党内讧了，这样的情况他又可以有机会反攻了。他是那样，他那个时候来回的部分就是他还是想在大陆守住大陆。是这样。对，他那段子长，其实常常来回台湾跟中国大陆，主要就是他不愿意一下就迁到台北。因为他从南京到广州到成都，事实上这意向非常的一个明显。因为如果一旦迁到台北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国际声望，对于国内民心来说的话都是不利的。所以他其实这个一步一步走呢，他那个布局就是刚刚陈鸿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是台湾是最后最下的一个选择。他能够守广州，能够守成都，甚至能够守到西康，他都愿意。就在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之际，蒋介石为逆转大陆局势也做着许多努力。以1949年下半年去台湾之初为例，在随后将近7个月时间里，蒋介石总共进出大陆12次，停留在大陆的时间约有2个多月，所到的地点包括福州、广州、厦门、定海、重庆、昆明等地，接见的军政领导超过100人。此外还举行多次党军政会议，目的就是要稳定反共的战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切努力只是为了拖延战局，对国共双方的胜负局势已经于事无补。随着战事的推进，曾经的最后底线台湾已经近在眼前，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迁台的细节问题。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诉说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永恒真理。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此时，蒋介石的退路究竟在哪里呢？就一步一步的退，那他就在西南，当时想稳定下来。长江失守，西南失守，败局之中，蒋介石为何决定退到台湾？台湾共产党很难打过去，因为当时海空军力量不强。在苦苦挣扎中痛定思痛，22年统治大陆的时代为何快速终结？蒋介石又是如何反思自己在大陆的失败？军事上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在街上的这个政治经济上的一个因素，特别是这个土地改革的问题。穿越历史风云，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台海记忆》，为您展示蒋介石失去人心、败退台湾背后的故事。本期带您走进蒋介石逃离大陆的心路历程。那我们说一说，当时蒋介石迁台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从大陆直飞台北呢？而是绕到了一些地方，是什么原因？出于安全考虑吗？那蒋介石飞台的那个契机，就是他从奉化走了。蒋介石是还真是蛮勇敢的。当时这个他离开奉化的时候是1949年4月25号，那我们知道4月23号的解放军已经渡江了，已经占领南京了。那你说那个时候离这个奉化有多远吗？是他还过了2天才走。那么他到了他当时他认为他因为汤恩伯的部队是他也是他的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嫡系，他认为想在这个上海能守住。我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一直想幻想如果上海能守住，那整个军事上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上海这个影响不一样，而且国民党在一片的失败中间如果能守住的话，那就整个他就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但结果上海也没守住，所以没守住到5月份的时候他就飞那个澎湖。那飞澎湖的那个目的现在看不出来他当时他为什么这样考虑，但是考虑的就是能够推想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时因为这整个的这个沿海的作战刚开始，就是打到上海，解放军打到上海之后才开始打这个就是福建和浙江的沿海，然后再去攻台湾的这个，哎，就是这个步骤。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蒋介石
在澎湖的地方就对指挥沿海的作战是应该是比较有利的，这是一个考虑。对，我觉得对蒋介石来说，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往台湾跑，他其实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东南的一个布局，所以从这个离开上海，然后到澎湖，到高雄，再到台北呢，其实最后呢是在六月底，他要开一个东南军区的一个会议，那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军事布局的一个会议。那他整个布局呢是可以说环绕着这个东南到西南这条线。嗯，蒋介石他在这个就是49年的这个整个的战败的过程中间，蒋介石心里是每一次都认为这次能打赢了，他没有说我一退千里，我每一步他都想打赢，打了这一步不行，他再往后退。他虽然战略上是有考虑要退，怎么退，但是他每一次都没有说主动要退，就是说要打，在这个东南沿海也要打，他而且做了很大的这个，花了很大的力气，让陈诚他们去做。所以他每一步，包括广东的时候，包括海南的时候，包括这个西南的时候，他没有哪一次说，哎呀，我们最后反正已经确定守台湾了，我们就撤吧，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他。到那个地方的安排也是一步一步的。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去呢？是因为他直飞台湾的话不安全，因为当时说这个美国人这个甚至跟陈诚暗示说，如果这个来的话把他抓起来，然后美国人支持陈诚取代蒋介石，那这个事实是有的。但是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决策，是美国国务院有些官员跟陈诚有这种意思的表示，因为美国政府从来都是多样化政策的，就这个政策不代表美国政府的。那翻过来说，陈诚对蒋介石非常的忠诚，这个事情呢陈诚告诉过蒋介石。蒋介石向来生性多疑，他知道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处处都充满着杀机。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乘美林号专机从浙江舟山抵达台湾。他到台湾后，先住在高雄的秦山，很快转移到台北郊区以北10多公里的草山，下榻在台湾糖业公司所建的草山宾馆。后来蒋介石一直以草山作为居所，因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蒋介石于是将它改名为阳明山，以表效法明代王阳明之决心。1949年呢是蒋介石这个63岁的生日，所以蒋介石的生日呢他分两次，那一次是这个阳历呢是10月31号，阴历呢是9月15，所以蒋介石这两天呢都有记。那么记这个日记呢，他记得很有意思。他这个阳历的10月31号，他记得是说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过去的这一年是我一生中间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然后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曾经有个相面的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我的生命呢到63岁为止，也就是说我63岁就死掉了。说但是我今天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他说为什么我过了63还没死还有生命，他说这就是因为这个上帝啊眷顾我眷恋我，觉得我还有就是好多事情没做完，所以我从此以后要这个日子就是怎么说就是赚的，所以我要好好的就服侍上帝，然后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就这一天是他这个阳历的时候我记得。那么11月3号的时候是阴历9月15，这一天呢蒋介石又记，是他前一天的时候呢，他跟这个蒋经国从台北到了嘉义，然后从嘉义出发呢，他们去到那个阿里山去看日出，早晨3点半就起床，然后4点钟出发，然后到了这个山上去，看到这个日出的这个从玉山上这个太阳出来的情形，然后又看到那个阿里山的神木，他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就觉得这个自己这个又获得了这个新的这个生命。而且蒋介石他在阴历的9月15，就是11月3号这一天呢，他这个日记里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个我从今天开始啊，我自己写了一个这个32字的箴言，然后从今天开始，我自号自己命自己号叫复苏，就是复苏。但是后来他日记里也没有写自己从来也没有说过他要复苏，但他立志说我的名字叫复苏，那这复苏包括生命的包括他事业的复苏。那他32字箴言呢写得特别好，他说曲斗六三，受耻招败，勿恼勿怒，莫惊莫慢，不愧不作，自主自反，小子何幸蒙神独爱，
当时三十二岁，大概就是前面说他自己这六十三岁完全虚度了，然后呢这个招来了那么自个人的耻辱和事业的失败，但他后面都说的是我从现在开始就是要怎么样平静来对待这些错误和失败，然后慢慢的自己反省，然后从此开始做。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北回到重庆，半个月之后，11月29日下午，解放军刘邓大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重庆近郊。当晚10点，蒋介石在蒋经国的再三催促下登上专机，但是一直到11月30日的凌晨2点，蒋介石仍执意不下令起飞，他在等待重庆最后时刻的到来。蒋介石之所以敢于迟迟不走，主要原因是飞机可以随时升空，共产党对此并无办法。清晨6点，天已放亮，枪炮声已连成一片，在最后的紧急关头，蒋介石这才点头示意起飞。然而蒋介石没有离开战争的最前线，当日蒋介石飞抵同样危机四伏的成都。蒋介石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奔走于前线呢？蒋介石日记里是这样记，他就是说他当时他要部署整个的西南的这个部署，他就一步一步的退，那他就在西南当时想稳定下来，那最想稳定下来就想，我们说12月7号国民党的政府已经签了，那蒋介石为什么坚持？蒋介石说我如果在那个地方的话，他自信，就是这个刘文辉他们这些不敢判，不敢判，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胡宗南的32个师啊，给他好好的调配好，所以我在这坚持一天，就多一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对军队来说，打仗一天的时间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就认为这样，所以直到最后就完全是迫不得已了，也就是可能差一点点，当年就有可能被扣留，就没走成，是吗？我的判断是刘文辉他们这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他们应该不会就是吓唬下他，就还是让他走掉，因为他们如果抓住的话也很麻烦，因为国民党里面他也有相当的这种伦理在里面，也不能说是随便的，就是这个就是突然翻脸，就完全这个私交什么历史都不要了，所以蒋介石他绝对断定他们这些人不敢扣他，所以他一生最大的教训就是他断定张学良不敢扣他，就张学良扣了他，就这是蒋他张学蒋介石自己就是卢汉的那个事情，他这日记也写，我非常这个后悔，就是轻信这些人啊，就是如何如何。那么我们说一说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日子哈，49年12月10号，他是下午2点乘飞机起飞的，也就是说从那一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好像那一天他也记进了自己的日记。他那天日记记得就是前面去说的那个云南的情形和这个大陆的情形，说他现在必须要起飞了，因为那个共产党已经很近了，他必须起飞。他只是这个起飞的时候，就飞到这边以后，他就过了台湾海峡的时候，他的日记里是说，台湾海峡风平浪静，这个天气很好，跟这个离开重庆、离开那个困苦成都的时候，气候完全不一样。他只是说气候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说到更多，因为他不觉得这一天就是像我们后面说历史画了一条线，蒋介石从这一天之后，因为蒋介石他不觉得，他说不定还会回来，因为他还有部队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后来的历史或者后人对他这个判断，因为我们走过的哪一天多重要，要过了多少年之后才知道多重要，不是说当时的人他不一定当时就能感觉到这个重要性。1949年12月10日下午6点，坐在美林号专机上的蒋介石从飞机上往下望去，眼底下已经是茫茫东海，整个大陆都远远地甩在身后，一股异常复杂的情感涌上蒋介石的心头。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他已经担任这片土地上的最高领袖长达22年，从他飞离的这一刻起，一个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在大陆画上了句号。此时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他唯一能落脚的地方只有台湾。蒋介石其实一直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所以他胜利的时候他没有太大的高兴，举个例子说抗战胜利8月15号，他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照理说那八年抗战那么艰苦，他应该很高兴，但他那天完全高兴不起来，就写着这个旧仇未报新仇又来，就是好像这个什么事情也没完成。所以蒋介石其实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大量看到这个失败主义的情绪也非常的，就悲观主义的情绪也很，所以你这，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坚韧很坚强的这种个性，也不肯认输。所以你要是说他不断的说检讨国民党，这次又败了那次又败，这都有，你说他总体上失败，他从来没有认识过，即使到了台湾他也没认为他是彻底失败了，他只是到了台湾只是他革命过程中间一个转折点而已。对，我觉得就是说必须要放在一个过程里面来看，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蒋介石虽然一直有一些挫败，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转折点，说今天以后我就放弃这个中国大陆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每一步都希望扳回来。因为蒋介石自己，我们知道他是抗战的经历对蒋介石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抗战的那个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全部的那个东南部的东部的地区最好的地方，他退到重庆那个小地方，那他觉得我尚且能打回来而且能胜利，所以到了台湾他不觉得是说我就到了台湾就没有机会回来，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他没有一个总体上认识，他就是说这个阶段失败了，应该怎么总结，怎么这个反省，这部分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说他蒋介石就认为我这个就彻底失败了，或者我只能经营台湾，我不能做别的事情了，这个没有，他经营台湾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陆，将来还要再回来，所以他自己就有这种不断自我激励的这个部分内容在里面。似乎总是在反省，但是就是不肯直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也面对局部的失败，他不认为总体上会失败。的确，在日记里面啊，他一直讲说，美国人说我这个逃到这海岛当难民，这是黑暗中的黑暗。但是在这黑暗之中呢，他觉得这是黎明前的一个黑暗，将来呢还有这个扳回的一天。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实他随时都预备重新的再回来。1950年除夕这一天，蒋经国陪着蒋介石在日月潭荡舟垂钓，孤零零的小船随波漂流。此时父子两人的心情没有一丝一毫是在鱼上。蒋经国看到的父亲蒋介石已经鬓发斑白。过去近一年，蒋介石从幕后到台前四处奔波，心血费尽，不仅没有保住半壁江山，反而被迫来到岌岌可危的孤岛，苦不堪言。困境之中的蒋介石内心并没有熄灭希望的火种，他仍在祈祷新的一年能够时来运转，一个新的时代能否就此到来呢？刚才呢，两位反复谈到啊，就是当年蒋介石把撤到台湾已经是他的下下策了，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后来看到他在台湾成立了这个总裁办公室，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是说明，那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决定就是国民党要在台湾重启炉灶，有一个新的开始？对，我想就是说成立这个总裁办公室之后，他其实先从这个党务的一个规划，那也包括这个他整个所谓的重启炉灶的一个计划，他觉得基本呢要从事这个党的改造。那当然在这个军事方面他也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挫败，所以重新怎样的整顿这个军事也是一个重点。再来就是这个党内的这个派系的这个整合，因为国民党即使退到台湾，其实内部这个派系其实张力还是很大，所以我想呢大概就是说党务军事的一个整合呢，到重新重启炉灶是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您刚才谈到就是迁到台湾之后，国民党内部这个派系哈，这个斗争是特别严厉的，那当时蒋介石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平衡呢这个各派系之间的力量？就是蒋介石成立总裁办公室，强化我这个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那他本来在改造国民党，或者把国民党怎么重新有思想有理想或者有战斗力，这是蒋介石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50年六月份之后他局面稳定下来，那他开始检讨大陆这个失败教训之后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呢，那他是开始一个个收拾。那因为他地位已经稳定了，和这个49年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大家都在逃难过程中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后来整顿国民党，做国民党改造运动，从50年开始到了这个52年的时候，国民党这个七权大会把这个事情搞定，
那么他那个收拾起来绝对不手软。从50年到52年这几年间，其实蒋介石一直在反省为什么丢掉大陆。那在这个反省过程里面，他其实似乎感觉到在大陆时期呢，自己所做的一些这个策略上面是失败的。对于失去中国大陆政权，蒋介石感到相当内疚与自责。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权力的渴望。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再度复出。在不久之后的一次集会上，蒋介石对2000名国民党中高层干部发表演讲，他提出3点：一、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20多年来，蒋介石出现在下属面前时，一贯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形象。如今当众诚心检讨自我，与会的国民党高官心中不免百感交集。这已经是蒋介石第3次复出掌权，他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复杂局面呢？那么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面临的主要的困难大概有哪几方面？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呢，跟他去的大概200万人，当时台湾大概600万人，所以整个这个局面来说的话，他所面临的其实是面对一个新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架构。那里面呢有他的嫡系的部队，也有很多本地从这个明清以来就移入台湾的这个汉人，所以对那样子的一个架构来说的话，我觉得蒋介石呢要必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对他来说大陆的一个挫败是他毕生最大的一个挫败。所以从50年到52年呢，大概他讲了这个30-40次的一个演讲，都在反省为什么大陆失败。嗯，对他来说呢，这个他希望呢能够彻底的去找到大陆失败的原因，从哪边跌倒，从哪边站起来。嗯，那这个大概是他在50年以后呢在台湾所布置的一个最重要的局面。刚才其实也谈到了，他面对的一方面对内来说的话，党内的一个派系的一个问题，权力的重新的一个布局，怎么样摆平每一个派系，然后其次呢在军事上怎么部署。因为他后来呢感觉到最后呢这个大陆的这个失败军事上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在街上的这个政治经济上的一个因素，嗯，特别是这个土地改革的问题，所以他开始呢从事这个土地改革375减租。那再来呢就是外交上的一个问题，怎么样重新的跟美国这个打交道。刚才讲到就是说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对蒋介石最大的一个打击其实是苏联承认这件事情。嗯，对他来说呢，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内心充满了这个悲愤吧。嗯，所以我想他开始50到52年呢已经开始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而这个规划呢他是充满了决心，他相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相信置之死地而后生，否极泰来，这是他的心境。嗯，1950年6月25日，正在吃早饭的蒋介石得知朝鲜半岛已于凌晨发生了战争，这一消息让蒋介石兴奋不已。他望眼欲穿的第3次世界大战似乎一路端倪。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派美国第7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因为有了美国的保护，台海之战延缓了脚步，蒋介石成了朝鲜战争中的最大受益者，从此得以相对平安地开始26年的台湾时代。从抗战胜利开始，蒋介石一路败退，战场上节节失利，士气民心偏离自己，金融改革失败，民不聊生。痛定思痛，蒋介石在台湾开始反思，逐渐将统治的重心转向国计民生，台湾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蒋介石失去人心败退台湾的这段经历，和漫漫历史长河中的许多故事一道，诉说着永恒的真理。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依靠群众，依靠人民，才能书写历史的辉煌。